强大的执行力，突如其来的灵感，带来意料之外的财运哦。今天呢、啊，同时有种迷茫的能量，哎，职场生活中呢，可能有暧昧不明的现象哦，要张大眼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光老师，欢迎收看9月7号 Today 三分钟星座日运，每天三分钟，掌握一天好运气。待会呢，我们在揭晓运势的时候啊，分四组哦。第一组爱情人际运 Top 3，第二组工作运 Top 3，第三组财运 Top 3，第四组啊，是我要提醒你的加强戒备组，同时参考你的太阳星座跟你的上升星座。一开始呢，我们来揭晓爱情人际运 Top 3上榜第三名巨蟹座，意见领袖，发挥影响力。今天呢，不管跟老朋友啊或兴趣的团体朋友互动很多，互相牵线，互相帮。忙哦，对于很多事件的分析与看法，能明确的引导身边的人。爱情人际运呢，上榜的第二名呢，天蝎座，人际走旺，注意暗流哦，人际关系特别旺。今天跟朋友互为贵人，为彼此带来助力，但避免金钱的往来，也要注意啊，感情上模糊不清的状况。爱情人际运呢，上榜的第一名呢，金牛座，投资恋爱，双双走旺哦，生活精彩，投资运旺，恋爱生活呢也很甜蜜哦，有另外一半的、啊、互相支持，单身的金牛，朋友圈的暧昧要冷静面对哦。接着我们来揭晓工作运 Top 3上榜的第三名呢，天秤座，幕后工作万全准备，脑海里面的计划还需要花时间呢，把幕后工作啊做好。今天呢，似乎也有贵人呢为你带来所需要的资源哦，花心思做好准备工作。工作运呢上榜的第二名呢，摩羯座，多方贵人更上层楼哦，今天是很棒的一天哦，在工作上贵人很多哎，一直盼望的好契机，今天可能会美梦成真哦，投资与远地都带来好消息。工作运呢上榜的第一名呢，处女座，充满自信，绩效傲人哦，带着强大的信心，今天呢头脑清晰，执行力超强，工作上呢展现实力，交出很棒的成绩单哦，但是要注意伴侣跟合伙暧昧的情况。接着呢，我们来揭晓财运 Top 3上榜的第三名呢，水瓶座，共同资产带来获利，在家庭当中啊，协助处理共同资产的问题，为自己带来共同获益哦。职场当中从事仲介业务工作的，今天有好机会。财运呢上榜的第二名呢，牡羊座，团队合作，意外好运哦，跟团队的伙伴呢互助合作，很多创意想法，强大的执行力都带来惊人的绩效哦，可能啊还带来意料之外的财运。财运呢上榜的第一名呢是狮子座，积极努力，财源广进哦，财神爷送财耶，特别是自己做生意的狮子座，感觉到呢财源滚滚，但要注意家人的财务状况，也避免啊朋友借贷，客人赊账哦。接着我们来揭晓加强戒备上榜的第三名呢，双子座，家庭职场沉淀思考哦，主管上司想法朝令夕改，模糊不清，同时呢又有家庭事务要操心，两难的局面呢、啊、需要你动脑筋去解决。加强戒备呢上榜的第二名呢，射手座，主管上司观念磨合，你的理念与想法也许太过理想化而天马行空哦，主管上司可能会对你的想法难以认同哎，必须要多加沟通。加强戒备呢上榜的第一名呢，双鱼座，面对现实加以调整，在生活与职场方面呢，你可能有种逃避的倾向哦，身边的人会对你提出质疑，建议你呢要理性的面对。更多整体星座运势与天象分析的内容啊，请参考影片页面内文栏中的连结哦。有任何的建议与想法，也欢迎留言给我们。也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呢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 Light Today 官方账号。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啊，早上8点准时上线，记得天天收看哦。我们明天见。